小伙，刚才我看短片里说比我还抠，我觉得小姑娘抠买点东西还能讲讲价，你这大男人咋抠啊？说说。买鱼，我都等着那鱼要翻白了，我去买。为啥呀？为啥呀？便宜啊，还是新鲜的鱼，但是它刚死。我明白，你买的是最新鲜的死鱼。对，就是买最新鲜的死鱼。小伙子，那我平时我上班的时候我都提前半拉个点去上班，我就把牙具和洗脸面膜我都拿单位洗去，就为了省那点水费。你们老板知不知道这个事儿？别说啊，我老板看不着。你要说以后完了，我家水费钱都省不了了。那我买水果，我是等着他收摊的时候买最便宜的。那我一般买下我都挑一般有烂的水果，烂半拉剩半拉，然后那半拉就吃的，比你还便宜。你太抠了。